Pololo 在看一本很有趣的书。当你滑下来时，你必须克拉克拉。克拉克拉。克拉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一起看好了。克拉。看吧，哦好，当你停止，把书还给我。当你停止，很好。滑雪板怎么样？看了。当你玩滑雪板时，你应该记住。Pololo 真的很生气。现在终于安静了，继续看书。是梦啊！哎呀，下雪了！Pololo 突然开始担心小龙。Pololo 拼命地寻找小龙。也许，咔啷咔啷咔啷。小龙。你到哪里去了？小龙，小龙是个小麻烦，但是他就像是Pololo的小弟弟。